那另外就是王毅的动态啊，时隔7年，王毅访问纽澳，之前特别是跟澳大利亚的关系非常坏，那可以说是帮这个北京突围。那3月18号，他跟纽西兰的外长啊见面，那双方谈到很多关于战略沟通意愿的问题。澳洲也释出了善意啊，在王毅到访之前取消了对中国大陆风电塔的反倾销措施，然后这个纽西兰总理也计划哈首次以总理的身份访问中国。那王毅讲了很多话，他的话在大陆外交部的官网上有完整的全文。他说呢，中纽之间没有历史的怨恨，也没有现实的纠纷啊，双方拥有很多的这个重要共识。来，介大使，中国的外交，对我们这个外交部门啊，有两个，我们外交里面很多单位啊，有这个地域司，有事务司啊。那像这种哈、发言人、新闻司，还有礼宾司啊，这些都是属于事务司。那当然也有政务的部分。不过这个我们这么多单位里面有两个单位最注重颜值，哎，一个就是新闻司发言人啊，那个要每天要站在这个哈媒体之前，对，那就等于说这个整个部会的整个国家，因为外交部代表国家，整个国家的门面，对，所以啊，这个俊男美女啊比较容易出头，你看毛宁啊、华春莹啊，对啊，那都是非常重要，就是要颜值担当啊。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礼宾司。礼宾司因为就是在重要的礼仪场所哈，他都要站在第一线，然后也要跟这些各国的驻华的这个哈、驻台的这些啊、驻华的这些外交官哈，那么维持很好的关系。所以我们有两个单位颜值很重要，所以那个林健他这个位置就我想啊，他第一个就是说要先经过面试，哎，面试经过以后再去看别的。所以他一定面试高分通过。对，因为出来这个样子就要代表中国的样子嘛，中国外交部的一个形象门面嘛啊。对，所以确实是颜值担当。颜值担当。以前最近那个我们外交部的老部长钱复在接受访问的时候，他就讲说老总统怎么看人，老总统看人，他坐在办公桌上，等你从那个门进来，他就开始看你走路的样子行不行。坐下来以后讲话，然后再观看你的这个哈，这个谈吐如何，相貌如何。反过身走出去的时候呢，他还要看你的样子。他说他常看老总统说走进来的时候，他画一个圈。结果呢，走出去了一看，他的腮帮子太大了，这个腮过哈，腮超过他的那个脸，马上就再加一个点。所以有些人用人是非常注重外形的啦。那这个位置一定是要挑帅的。那中国大陆外交部这么大，一定挑一个超帅的。对，因为他要面对的是全世界的媒体嘛，对不对？而且一天到晚出现在公众形象当中。对，你看到这个毛宁也是，毛宁每次出来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啊，当他穿装都非常的这个端庄典雅，但是一定是一丝不苟，从来没有就看到这个蓬头垢面的样子，不可能。对，这个一定要把自己装点好，当然本身条件要好啦。那通常我看他们应该还配有个人的这个化妆师吧？对对，那服装也有这个服装津贴吧？要不然每天西装笔挺要换这个换那也挺成本也挺高的。王毅也是著名的美男子啊。王毅非常非常的这个漂泊潇洒，我见过他本人啦。对，那他就是。这个相貌非常出众，对，那个他也非常注重自己的仪表，对，你看他每天这个，我看他衣服上连个皱纹都很少看到。以前年轻的时候，著名的男神，他在大陆圈了好多粉呢，都是女粉丝，有没有？女粉丝看到王毅都会尖叫的。对，他本人也很注重形象，所以你看他不管做啊一个动作啊，然后我记得有人特别讨论过王毅式握手。王毅式握手，哎，他跟这些人家握手的时候，他都有他自己一套的。那是站在什么位置？你看，他都很有他自己的风格的啦。那这次他去澳门，来一张王毅年轻的照片，让秀芳高兴一下，让我评判一下，是不是？对。我跟你讲，我看过很多，哦，是啊，我有在追踪。原来这个都是你的低潮里面的。对，嗯。那他这次去澳纽，事实上我想重点还是在澳洲了。那我觉得这个是他也是睽违很多年没有去了。那这就表示就是说 ，Morrison 政府上去他是2022年5月上任的嘛，到现在将近2年，过去2年哈，双方恢复关系正常化努力达到一个高度以后，他去了，然后等于说阶段性的验收。那可是问题，他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，因为传说那个李强5月要去澳洲，所以就是说大概是替李强去澳洲访问做一个铺路，看看到时候双方关系上有什么重要突破点，让李强来最后的怎么样来点画龙点睛啊。那他在纽西兰这个外长蛮有趣，这个外长我还蛮熟的啊，他跟我们关系很好，我在纽西兰的时候跟他关系算不错，他也是纽西兰传奇人物啊，他78岁了，他你看他的样子啊，他是混血，他虽然他名字看不出来有毛利人，他是一半英国人一半毛利人，然后很有架势，然后呢他的党叫纽西兰第一党。那他每一次他都可以谋到一官半职，很重要职位，因为他是有名的 kingmaker。因为纽西兰有120席，那不管上一任的这个所谓社会党的政府哈，他也没有超过60席，他必须要跟小党合作。那这一次的那个国家党哈选举结果也只拿了47席，他也要跟其他的小党合作，他才能够组联合政府。所以这个 Winston Peters 现任的这个副总理兼外长哈，就是照片上这位先生哈，他事实上的话，他的党有8票，所以他常常他倒到哪一边就可以执政。所以他上一次的时候呢，他就倒在这个社会党结果就让社会党执政了。对。那这一次呢，又出现这个情况，他就倒到这个。国家党又变成国家党，倒到哪边哈？我正想问介大使，就是说之前澳洲就是倒向美国嘛，对不对哦？这个美国要这个包围叫封锁北京啦，所以这个王毅这一去，当然我们看到澳洲释出了一些善意，澳洲也希望这个大陆葡萄酒啊等等哈也能够这个解禁。所以你觉得呢？这个澳洲从倒向美国会不会再往中间跨一步？我觉得澳洲现在的整个政策已经往中间跨了，对。我想他们对澳洲的国家安全的理念哈，国家生存、长远生存的理念，大概跟自由党不一样。自由党 Morrison 的时候是以这个意识形态挂帅，他基本上他坚决反中，而且坚决挺美，而且做的比美国人还要更前一步，完全是美国马前卒。最后让中国大陆无法忍受的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他在这个新冠疫情的时候，他领衔要这个国际组织来调查。是不是中国大陆哈人工制造的病毒？哎，这是澳洲领衔的。那中国大陆就开始就觉得澳洲这个国家哈，这个非常的无理取闹。所以这个王毅去了，接下来李强去了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反转吗？我觉得这个对，就是说美国的全球联盟，尤其在南太啊，就是说西太平洋这边的澳洲这个关系哈，那等于说是中国大陆扳回一城。我觉得是很大的成就，当然这也跟澳洲本身他自己内部就分成2派，一个亲美反中，一个比较中立。现在是社会党比较中立有关，他的本来他对于澳洲的这个好外交政策、安全政策本来就跟自由党是不一样的。那目前这个党事实上话，执政的成果还蛮受澳洲老百姓的支持，因为他不太走偏锋。而且中国大陆在跟这个澳洲跟中国大陆在关系正常的时候，在 Morrison 之前呢，几乎30%的产品卖销的卖到中国大陆来，所以就是说后来中国大陆对澳洲的不管是龙虾、还有红酒、还有大麦产生制裁以后，澳洲损失惨重，所以现在这个 Morrison 这个艾班尼斯政府哈。在经过将近两年的努力，中国大陆很多产品也都开放了。对，所以这红酒还没有。所以这2个国家当然重中之重哦，澳洲。那接下来大家继续看下去，会有什么样这个重大的突破？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，我吃了2-3天，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。睡得好，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，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。因为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，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。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，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，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，相当强大。你知道吗？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，称它是神仙的礼物。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，克菲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，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，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、精神健康的钥匙。对帮助睡眠、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。也因为这不是药，有季节敏感、代谢困扰、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，选择太阳型全效克菲尔益生菌，做好日常的保养，身体健康没负担。每日克菲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Feel Good，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，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。